全部都没疼。带他去拍个写真集的话，一个是想把他那个最美好的童年留下来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把我们母女这段感情续写得更长远一些，甚至一辈子。二三，哎呀，需要的那大哎，跟上去，哎，跟上去。对，哎哎，对对对，哎对，妈妈，哎对，妈妈拽着啊，倒了，啊对对，你可别倒了，两手这么撩下头发，哎对对，好，妈妈你正拽着你这两个沙啊，二三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下去，你喜欢喜欢，喜欢。哇塞！想把你带回家。